就一个价钱，买一个价钱，就一个价钱给你，好的。哈哈，给爸爸的。You like apple？ 你看我这。You like apple？ Yes， 他喜欢吃苹果。苹果吃了对皮肤好。你说我喜欢吃苹果，看到没 ？Apple， 你猜你写的？苹果。还说的蛮好的。你妈妈真学得很快，聪明。学得很快。哦。我是无心。这个你要吗？这个你要。我们已经选了，好，选了。还要吧？哎呀。你说给。你妈妈很聪明。很聪明。够了，那够了。你给我这个口罩啊。可以。三个可以。不配位。哈密瓜，哈密瓜，哈密瓜，哈密瓜 ，so delicious， so delicious， 那就买一个吧，哈密瓜，说得快啊，说得很快嘛，西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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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七块钱，这个好了，这个是十八块好了。多少啊？这个，这个给你十八块，好的。十八块，哎，其实这是18 yuan。嗯。这个有多斤啊 ？I want to check the weight of this. 六斤多。六斤啊。六斤多斤。哦，这是 3 kg。对对呀，我也是这种。买好了，你今天买完了，那你也买了过去吧？对。你要买菜吗？买什么？就两块。嗯，这个菜，这些妈妈不太喜欢吃。这个就可以了，你来啦，姐姐。我们很少吃这个炒，这个炒这个我没吃过。这切丝切片，放点肉就好。煮汤，煲汤，放鸡蛋，哎，对。叫什么呀？放鸡蛋。叶开花葫芦。葫芦。对，叶开花。过了。叶开花。这个我们叫。丝瓜，丝瓜我吃过，这个我吃过，这个炒蛋，就是薄掉去那个一楼老李啊，他平常送给我这个，就这个炒汤，对，我们这个丝瓜放毛豆，毛豆炒，毛豆炒，哎，这个毛豆放毛豆，哦，那个绿色的，哎，绿色小的，对，毛豆，说的对的，毛豆。They want me to try this thing, but I'm. 还可以烧它。We don't usually eat it, so. 那就买一些，妈妈一下吃不了。对，妈妈吃了，下次好吃你会多买。赶快！就买一些，因为我们很少吃啊。你炒毛豆也可以。毛豆啊。嗯，炒鸡蛋也可以。炒鸡蛋。鸡蛋，我教你怎么炒。鸡蛋先炒好，再搞上来，这个放进炒，炒匀了，快熟了再鸡蛋放进去。会不会煮呀？要不你炒毛豆，毛豆先煮吧，这个先炒，分开一起炒。一起炒的。毛豆要先煮。毛豆，我们还是喜欢吃毛豆，就那就用毛豆吧。够了，这个。Madame knew, mommy knows how to choose good vegetables. She's not like me. Me, I just choose any. 我跟你说，我儿子会说英语。OK。我受不了。够买了好多呀。对对对。嗯，一共多少 ？She says that this is 4 yuan. It's so cheap, man. 也不多啊，这个是。这是你自己种嘛？对，西瓜自己种的，西瓜自己种的。She says she grew 辣椒自己种的。Herself, wow. Wow. 这个是你们那边的？我们那边没有。新疆，你们不是新疆？哦，不是新疆。哦，我们像新疆人嘛？不像。新疆人。没你漂亮，新疆人没你漂亮。是吗？好的好的，一共多少钱？这个4块，那个7块，11块。7, 11。这个32，这个18。32 plus 11 plus 32， 那也是43 plus， 这是18吗？对，18 32。一共是61，60块好了。60。你算好，再算一遍啊！这个18，嗯哼，这个32，这两个不是50了吗？50，然后那个4块，然后那个7块，61、60。哎，阿姨的 math 太棒了！我就多了2年是吧？哎，很棒！他这个车是买的，科目一、科目四是买的。哇塞，好赚！很好呀，不认识，好多字不认识。So when you go to the market, the ladies they just do these big numbers with in their heads. It's amazing. Okay. Wait. 2. 这两天都好了。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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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We just got free pepper. Guy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like. See you in our next video. Goodbye. Goodbye. Let's go. Me right here. Me what? No. Anthony.